来进行拍卖，所得善款呢将通过基金会呢，加拿大爱心基金会来捐赠给需要帮助的孩子们。而这些画作呢，是由我们多伦多华人团体联合总会的翁伯宁主席个人捐出。我们把掌声先送给翁主席，好不好？好。边缘。那我们这边的朋友也来看一下，好，我们往中间站一站。或者我们给这边的观众朋友，好，我们再来这头来看一下。那我们这幅画刚才呢，郭然报的是它整幅画的价值，那实际上它的尺价呢，是每尺2万元人民币，所以呢，这幅画的价值呢是超过10万元人民币。价值同时也有市场价值的艺术品，同时呢，您还把自己的一份爱心捐赠给了中国偏远山区的孩子们、朋友们，这真的是一举多得，怎么样？2000元，哪位朋友？哪位朋友？2000加币。好，这位朋友，那位朋友有人举手，2000加币。2500元。2500元。好，我们每一次的加价是500元加币哈。现在有第二位朋友在这边举手是吗？没有。OK， 那这位朋友是 OK， 这是我们这里有2500元是吗？3000元。三千元。好 ，OK， 我们现在的3000元，还有3500元有没有？三千五百元有没有？3500元哪一位朋友 ？3000，anybody wanting？ 3000，OK，3000， that's how much $3000？ 3000加币啊，这个我们已经是3000加币。好，3500元，这位朋友，4000元有没有？我们现在报的是4000有没有？RMB， 哇 ，Congratulations！ 好，我们有请这位先生到台上来，好不好？好，我们掌声送给这位先生，好不好 ？OK。好。好，这位朋友，先干一杯，庆贺一下，再上台。哇，太值了，太值了！3500元拿到这么大的一幅作品。好，同时呢，我们在这有请这幅画的捐赠人，也就是多伦多华联总会的翁伯宁先生到台上来。当然，请翁主席上台。还有，有请我们加拿大爱心慈善基金会的 Andy 会长。好，吴会长。哇，朋友能不能自我介绍一下？这么有艺术眼光。好，我们能不能跟朋友们说？福清商会。福清商。我代表福清商会。福清商会的执行会长。谢谢。哇。非常感谢，哇，哈哈，好。好，我们的有请我们的杨宝华女士，杨宝华女士有没有在？好，杨宝华女士，请上台。好，好，一起请到台上来，请我们的李小姐把这个作品来，哇，放在家里，一定放在中间，好吗？非常漂亮。好，有请杨女士到台上来。哇，杨女士很开心的连跑带跳的就跑上台来了。好，我们也再次祝贺我们这位朋友凭着自己的一份爱心获得了我们这个非常棒，哇，相信大家都为咱们偏远山区的孩子，但是呢也是名家之作，这个作品贵精不贵大，所以我们这幅作品呢，大家看到我们叫做四尺斗方。那么我们的画家呢是徐培臣先生，那么市场价呢也是超过8万元人民币，市场价超过8万元人民币，我们的起拍价，我们的起拍价，我们在报时的家庭可不可以允许我们再稍微介绍一下徐朋友？好，我们陈汉金女士，3500元，4000元有没有？4000有没有？4000。好，那边。您一巴掌是5000元吗？您一巴掌是5000元吗？虽然我理解你为孩子们的爱心，但是500元有没有？4500元。4500元有吗？有没有？4500元。OK。4500元有没有？我看不到这里。
OK， 陈汉军4500元，5000元有没有？5000元，5000元，4500元，一次，4500元一次。4500 once。4500 twice， 两次，4500元两次，最后的机会，还有没有？4500元，陈汉军 sold， congratulations， OK， 有请，好，有请我们的陈汉军女士上台。我相信陈汉军女士是非常有眼光的，我知道。您同时也非常有爱心，那么做保险的，保险的大咖一定是很有眼光，不会不保险的。好，再次掌声祝贺我们陈汉军女士，有请。我们同时再次邀请我们的捐赠人，华联总会的翁国宁主席到台上来。好，翁主席。我想这次我想一起邀请我们的翁夫人到台上一起来，好不好？那么汉军女士能不能跟大家说两句，您是做了很多很多的社区的 volunteer 的工作，那么为什么？我相信当然它是一个很好的艺术品，同时我相信也是一份爱心在其中，是吗？对，我们恒通金融公司呢都是把爱心献给我们多伦多的朋友们，所以这次呢我们一定要也要把爱心献给我们的爱心基金会，谢谢大家。谢谢，同时也是来自福建省，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多伦多的侨务领事曹英培先生，还有我们吴总，哦，还有哦，有请我们这个翁太太一起上台，先有请。是我们的这个，您这是这个最有爱心人士的老板，那当然是更是爱心爆棚，有请，请上台。因为这幅画，我非常的觉得这幅画也许是我们的翁太太最喜欢的一幅画，拿出来的。对 ，OK， 好，请把作品放在我们捐赠者陈汉军女士的手中。好，好，再次祝贺，给我们的捐助人亲自交到购买人的手里。好，那我们今天就是非常高兴的为我们加拿大爱心基金会捐赠8000元。